应该是爱安尼较对。八成和解较对，迄就是讲有咧误，有咧反观，所以应该是安尼较对。结果吼，众生就是拢有共一个无明根本，互伊去外层入去，就无明的根本，也就是吼，八成和解颠倒变作八觉合成，啊，即款咧妄想叫做颠倒，这种同款的，每一个人拢同款的。我们讲每一个人吼，六道众生拢同款的。你即个《楞严经》内底有一段足重要内容，就是啥？梵文文字性，袂使变作课程。听讲。这经典在末法吼，消灭的经就是《楞严经》哦，啊，就因为《楞严经》了，在这部分吼讲了足清楚，颠倒妄想，啊，就是讲叫咱的心吼叫定入去，啊，入去了。入去了，你就未了啊，未了解迄真是法。哦，啊，心就起我。反过来说，你若了解法，心就未我。应该是不明净化故心妄，反过来说，如果知道净化心就不妄、啊、所以金刚经有一段四句偈咒名，应该你敢知啊？知啦吼！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唔知这个四句偈咒名，你若知影伊如法，啊心就袂妄。啊害就是害你吼，你都唔知影法，啊所以呢，妄就无法度。所以《圆觉经》内底有一句禅法，叫做以幻啊，就是讲你知影以幻，安尼你就我都修这妄，可以知影吼，可以知影呢，连心迄嘛幻，啊，所以叫做以幻，这幻就是外境。修咱内底迄个幻，安尼可以了解吼。所以即款个了解叫做顿解，属于即个所在理顿解。心无常
是世上要解决不要紧，世上要解决不要紧，因为你甲足侪众生结足侪因果缘，吼、哦，啊，迄都爱一个一个解决，因为业果不失嘛，哦，所以伫个世上吼、哦，无法度较紧，哦，一定爱进行，哦，啊，所以。所以有一个宗教的讲法是安尼，讲啊，恁佛教是伊内底呢，收出去外口，啊，阮是伊外口收了内底，啊，有这款代志拢共款，吼，吼，佛教吼，双管齐下，啊，按这个双管齐下，对，声音是有的，一来对嘛，一来对出来嘛，啊，所以你要注意来对的问题嘛，哦，这属于理解啊。啊，要的，要在伊外口呢，慢慢啊，把迄夹上一撮的，慢慢用，修理来。你无法度对你了解的叫做理障，无法度对事的践行知影这个事障，哦，所以有理障，这讲义典管无哈，有二障，理障加个事障，哦，过来。如果以戒跟行的立场来讲，应该是先戒再行，这较健康嘛吼。那有迄个无了解的，我都做不可能啊。吼、哦，人咧讲佛法，拢嘛讲哦信愿行吼，还是信解行证。拢嘛是安尼，啊！你都拢信也无，解也无，啊！这是要行去对去，吼、哦！你信也无，解也无吼，啊！确确行，乌白行，迄叫做迷啊吼！啊，毋则讲有诶，对宗教若无了解，迄毋则是迷信呢、啊。啊，你若了解迄，了解了，你就袂用去讲迄是迷信啊，吼、哦，对无？所以，以戒跟行来讲，应该是顿觉，然后渐行。但是这是在讲啥？跟你讲方法，我就有讲过法，这是方法。啊，若讲根基就不是安尼吼，根基啊。那根基吼。应该是要剑摆在头前，盾摆在后边。哦，因为呐，因为吼，你拄初学的人吼，还佫连修都还袂修过啊，所以一定要以初的业先破啊一滴。化解以为啊，哦，啊，那已经修久的人，迄根基就较来啊，啊，所以伊免阁见啊，伊就要接近开悟啊，所以伊，你一讲伊就随清楚啊，迄叫做顿悟啊，
他们那六祖讲，听着因无所住而生其心，就开悟啊。哦，那表示讲伊个已经经验过啊，历史来修偌久来，来的人。哦，啊，你若讲历史无安尼修过的人，你哪有法度一下子就解决这业相问题？这对无可能的嘛。所以，那以根据来讲是啥？见离，先爱见修，阿尾啊在啥？顿悟嘛。哦，哎，这是比较钝根呢，啊，这是比较利根呢。所以，方法是顿解后见行，根基是啥？见修之后呢，顿悟。你只要讲天台迄个八教，然后五十八教，八教有分，化华四教，还有化仪四教。啊，化华四教是咧讲，哦，啊，化仪四教是顿见。为着要写较，予大家看，我都爱写直，还阁写正。啊，所以写直写正了，我字就无多写到遐水啊。我有阵时啊写歪袂使，写歪恁家看歪去。你嘛爱写正。化华四教就是咧讲方法。这边的这个方法，啊，所以吼、哦、有几种方法，这是要教声闻的方法，四圣谛啊，啊，这边教声缘的，哎，来啥缘觉方法，十二因缘呐，啊，这边教啥菩萨的方法，啊，有诶菩萨的根基，若无讲盖来，都要慢慢诱导他。哦，虽然是利他不对，但是无法度一下子以原教思想来讲。啊那这个像华华今天是原教思想，三圣归佛圣。哦，就是不是干那要行菩萨道了，究竟爱成佛才会使。安尼，啊、哦，所以，诶，华华今天是大乘王教的思想。啊，这款的就是咧讲这个法，非法。啊，这边不是，这边是咧看什么根基，安那教。所以，那是根基盖好的人，你就一盖，讲较深的回，一下子就，或者是唔免讲深吼，你有抓到伊的窍诀，安尼一听伊就弄清啊，哦。啊，有诶无法度，初学诶人，你无法度一句话就解决诶，你爱讲足侪，伊只会听。啊，是安那哪有即款差别？因为吼，即款根基诶人吼，人过去学已经学足侪来啊。啊，我捌一届吼，问我迄个启蒙师，我讲，诶、欸、啊，师傅啊，啊你教我读较侪，啊你哪会拢会使毋免读？爱就回答我一句话讲，啊，你过去就是读伤少，毋则拢爱较认真读，啊，我都拢读过头啊，人，你要阁叫我读？
哦，啊，你也知啊，哦，所以我也是属于这类这一类，我更不是这一类啊。啊，所以呢，那根基遐无遐来，你都爱慢慢仔来吼，渐，是安尼吼。有人讲，你看人个六祖啊，细汉也无读册，我人一听到就开悟。啊，你啊问，你啊，有个人唔知讲，哇，人个唔捌字啊，我都开悟。啊，所以呢，唔免读伤济，嗯。阿姨吼，那清楚的人一定该讲，什么唔免读伤济，我已经读过头啊。什么唔免读伤济？啊，你都拢阿未读，你讲唔免读伤济？哦，所以吼，拢唔捌字，阿个捌伤少的人吼，我那是爱较认真读的，知？人迄吼唔捌字，我都开悟迄时吼，迄是人拢听有，你讲啥人拢听有。哦，啊，就是人过去已经学太济啊。哦，啊，你若讲啊，我足济也唔捌，啊，佮连字都唔捌，安尼爱加油免啊，爱加油咋？哦，这是讲实话啊吼。这得看根基吼，啊，我们叫化法四教噶，化仪四教吼，这天台五十八教。这顿法这样弄在啊哈，以幻修幻，了解尽起幻，所以心的话都破妄。好，佮说咧，那伊今日要来解说，这是变哪解说呢？伊今日要来解说，迄个变哪解说呢？就是讲，你尽要如幻观哦，很快可以顿解，但是吼心没有破妄哦，那很难。爱慢慢来，所以六祖坛经有两句话足重要哦，你哦应该是讲三句吼，安尼恁以后较记好清楚。六祖大经六祖讲的有三句，有三句话足重要。第一，不思善不思恶，为人见本来面目，那得破两边业相。哦，一般人伫刚才听到这句话都唔知影免啦吼，因为呾听到这句话，不思善不思恶为本来面目，安尼世间就无善恶。所以呾听到这句，伊就唔知啊，伊就袂晓啊。我等下来解说这到底问题出在对，好。再来第二句爱记，不见人是非。常见己过，哦，不见人是非，这马上两边业相。常见己过，哦，为什么不见人是非呢？因为尘如幻，哦，常见己过哈，在破妄，所以不见人是非，常见己过，哦，这第二句诶。这种相当重要的名言。第三，分别一切法，不起分别想。
你看，佛祖要爱咱，无六祖爱要爱咱分别好清楚，啊，而且吼，佫袂使起妄心的分别，安尼够。你讲这三句重要，非常重要，这涵盖了很多理事圆融的问题里来的。分别一切法是在讲事相上，不起分别想在讲啥？理性上的，所以属理你爱分得清楚。分别一切法是在讲事证上的，不起分别想在讲理性上的。哦，你刚刚这三句还涵盖的。都我未出家以前吼，我所有的经典都毋捌看过，我敢看过六祖大经安尼一本，了我就出家啊。哦，哦，所以迄内底吼，内底迄款思想甲迄个激发力很强，哦，迄加持力足强。你若无加持力作用，我无可能安尼跳出来，无可能。哦，啊、我走出来迄阵，我嘛阁无解清楚，我就是干呐讲，哇、哦，我这迄个学问哪遐深，啊哪遐悬，啊干呐吼，哇、哦，遐悬到我家知影以后，啊讲袂出来，吼、哦，啊嘛唔知影有好伫个地，你看。安尼是咪不可思议啊？哦，因为伫咱个生活内底，一定有足侪问题，咱无法度去解决。啊，这拢会互你，这拢会惹你起烦恼的。啊，当你看到这字的时候，你就讲哇，好像烦恼减到一大半以上。啊，到底是安那？啊，我暂时阁杀无，但是吼，虽然杀无是杀无，我感觉也、啊、出价较赢。我就想，啊，人这就出价人吼，啊，阁变肉身菩萨死来吼，啊，所以我就想，哦，爱那行吼。我比一个互恁听。有的人吼会执理会事，啊，有的人会执事会理，啊，你要哪让理事圆融，这两个障碍才会拢无去。对于财来讲，咱讲袂使贪财，哎，啊，是不是钱假的呢？是因为钱假，咱袂使贪吗？啊，那安尼吼，勿紧吼，我较济都袂嫌吼，啊，恁就尽量送来给我，勿紧吼。啊，所以钱毋是假，钱是会当用的，真好用的。吼，那讲啊，莫贪财，啊，有个人就讲，嗯，不能贪财，但是吼，钱财吼，没有钱财又万万不能的，安面呢？所以事项上吼。钱是好用的，那是在讲事。啊，别个贪的原因是啥？因为理性上吼，你的贪那是啥？那是业，那是业相，还是你唔知？所以有的人吼，钱搁较济，伊就感觉无够。啊，你讲迄个物件？啊，那安尼时阵吼，你个囝若无消吼，和你讲你是全世界上好囝，安尼够好？啊，无好啊啦！你有入来，我都出去啊！吼、哦，啊，煞咧吼，你要走的时阵，你也走袂走啊？
哦，啊，你一世人就辛辛苦苦舞遐，啊，舞舞的吼，有利弊无出来，吼、哦，啊，煞咧要走的时阵，佫走袂去，安尼有够衰，吼、哦，宫顶吼一撮你都走无走，啊，煞咧吼，你留予你你的后代吼，后代的人若袂晓，若袂晓修行吼，啊，佫甲你舞，甲你造业，嗯，啊，你说，吼、哦。家己走无走，佮遗害后代。啊，有你卖无出去吼，佮无法度行菩萨道。哇，你这是咪大了？哎、欸，哦，虽然我毋是智慧足悬的，哦，但是我讲这是足智慧的话，恁敢要相信？好、哦，有一句话讲吼，白白咧食苦吼，嘛都爱苦有价值。啊你，你母规世人吼，赚了侪钱，结果是啥？苦无价值。啊，你我有够衰。哦，所以怎么让他理事圆融呢？啊，就是吼，你要尽量修修甲袂贪。正空性，啊，要哪修甲袂贪呢？就是爱一直付出，因为呐是业互你贪，啊，咱个业就是无始劫以来就是想占为己有，迄是咱个业。哦，你感觉坐真好用？啊，就去爱，啊，就感觉哦，有钱哦，看到钱就欢喜，哦，啊，这拢嘛是吼，为着你感觉欢喜，来安尼不会，但是问题是，带业上的欢喜哦，是会变异的，人家讲迄叫做啥，变异的异感，迄咪真呢？迄就是会让你愈苦的，因为。你也愈爱坐，啊，愈爱坐，你也愈想要去谈，啊，愈想要谈，你爱食苦面，爱，啊，苦了吼，你阁不要用，啊，你都有够衰，迄苦都拢白食，吼、哦，所以吼、哦，你都要先把这个业、甲贪消除了，证空性以后。啊，呢吼，在理上就没有问题。啊，事上呢，事上是，你一直，因为要消业，你也一直付出，一直付出的中间呢，因业果是不失的，有出力呢，绝对会入来。所以哦，真空一定的妙用，这生生世世绝对乎你用不了。啊！而且吼、哦，所有的功德吼、哦，你拢排走啊！哎，佛祖讲一句话：出我门者吼、哦，你绝对富不了；入我门者呢，你绝对呢穷不了。安尼的我都吼，不偏理也不偏事，安尼对不对？所以一个正空性的人，钱对他，钱对伊好用无？好用，该好用，伊绝对会灵活应用，帮助修行，救苦救难，哦，所以吼、哦。钱对来讲哦，煞变作一积功德的物件。啊，你若有业的人吼，钱对来讲煞变作啥造业的物件，你看看差偌济哦。我讲安尼有道理无？这安尼理事有够严重无？
谁人爱护持三宝，爱供养三宝？这意思伫底的，咱爱咱爱想，哦，唔是讲，三宝唔是免钱，所以吼，咱唔免供，因得要收空，所以拢唔免空空得啊。嘿吼，迄是吼偏一边的讲法。咱要理事圆融的是啥啦？你要知影吼，你本身若贪吃厉害的人，有业的人吼，钱较济，乎你都会造业。你要知影吼，你本身若贪吃厉害的人，有业的人吼，钱较济，乎你都会造业，安尼唔对。哦，啊，若一个已经开悟的人，伊已经都未贪啊，未贪吼，伊遐个钱里边咧绝对袂咧袂甲守着，袂变作守财奴，伊绝对会运用出去。你要相信中空性的人会安尼袂？绝对会嘛！你想嘛知？因为伊都无欠嘛，中空妙有，妙有都无欠，哎，绝对袂欠。啊，所以伊会灵活应用袂，绝对会嘛。所以吼，咱即摆去甲想看卖，迄厝内那个做好计的人吼，哎，是毋是有？是毋是吼？人家也讲，人别人都无遐好嘢，谁人你会遐好嘢？这世间还佫有遮济人遮贫困，咧过日子，谁人独你那么富有呢？我无讲过吼，这世间有两种人歹修行，一种是啥？上善，一种是啥？上好业嘛，因为这两款人吼，迄业拢无轻。吼，上善就是伊无阿多妙用，因为累世来吼，上坚定习惯啦。啊，坚定习惯吼，伊个付出少吼，迄果报就差，啊，一定爱善。这是一种。另外一种就是吼，安奈认真谈拢袂出去，安尼吼，安尼是毋是换一款剑呢？是啊吼，人家讲吼，这中观，中观吼，其实吼，你若好好个思维，毋是解歹哉，迄真正是成就佛道的正见。两边业相离，所以中观不是很难了解，你若知道两边的业相，你就会知道。我现在又比一个例给你听，两边对立，是怎么会对立？这边感觉善的，这边感觉恶，然后呢，这边感觉善的，这边感觉恶，这样不是会对立？你感觉是的，我感觉不是；我感觉是的，你感觉不是。啊，唔得，安尼唔得会冲突，啊，无那会冲突啦。啊，哪咧讲是你是你是的对啊，是我是的对啊？哦，我感觉善的多是你感觉恶，
我感觉学的说你感觉神，安尼是不是你的神的标准跟我的神的标准完全拢无同，对不对啊？安尼唔只系对你，啊无变来对你啊。哦，所以吼、哦，一个修行人爱会记，从今天起，你要牢记在心。哦，两边对立的时候，你千万不要掺入一边。永远要记得，两边对立的时候，你不能掺入一边。你掺入一边哦，阿多盖对敌对。啊，即摆有人讲，啊，你哪会遐消极？哦，啊，难道这世间，哦，有恶，你都袂去，你拢袂去甲制止吗？我讲不是安尼，哦，那是恁咧对立的时候，我绝对袂使参与里面，因为啊，你参与里面吼，啊，多好，利敌都好，哦，迄个两边拢作执着的时阵，会相拍袂？A 刷了个修台哦，哦，啊，无变啊，无得徛关山，哦，啊，无得吼墙头草，哎，风吹这边我倒这边，风吹那边呢我倒那边，哦，袂使，嘛唔是安尼啦吼，哦，这大风吹吹看吹到哪一边，哦。真正是你爱先中立，哦，啊，先要中立，都不爱去做业，哦，啊，难道你得看相拍吗？哦，我阁甲恁讲一个重要代志吼，那一定爱相拍的时阵吼，恁来自保。哦，谁来自保？哎，修行留这条命重要呢。啊，那你不自保，你要呼吸？啊，你别人讲，安尼你是不是无太无自卑的？我唔是，哦，因为我自卑要留在后边。就是讲吼，当我练到靠功夫的时阵哦，我都甲你两边制止的时阵哦，我再来插。哦，所以罗汉跟菩萨差别就是差在这，罗汉吼还阁无菩萨的功夫，所以呢，先自保。哦，啊，当你有菩萨功夫的时候，安尼我有法度吼，这边把你消你的业，啊，这边阁甲你消你的业，啊，两边的业相拢无遐强的时候，两边唔只会当谈和，我讲安尼，敢有道理？哦，啊，无你讲咩啦？无你讲，你阁有较好诶方法，你甲我教。哦，因为这是因缘法，你不要上观因缘吼，啊，就是吼，人智慧无够，智慧无够，你是免啊做自卑诶工课啦。哦。所以，嘛唔是插，嘛唔是唔插，因为吼，你若执着一边，啊，就是像罗汉嘛，是想要自立就好啊。啊，自立是咪偏一边，当然嘛是偏一边。哦，因为自卑的人吼，不忍心看相拍，啊，一定想要插。哦，啊，要插吼，唔是加入一边，爱记的，唔是加入一边，是两边吼，拢甲来验吼。欸，因为两边的善恶两边业相都很强，对不对？啊，你都要尽量给他安抚下来，啊，让他们两边的业相较轻了，啊，才让两边去，啊，那不是可以化解，对不对？啊，但是哦，重要就是说，你的力量要够强，所以菩萨威德力有够，他的福慧都有够，所以他要帮助两边化解都有法度，啊，你如果
你若你的福慧资粮也无够，我得力也无够，你千万你都唔通去做这工课，安尼有得力无？哦，啊，当然一定要烧珠宝啊！你无烧珠宝，啊，你无你要富士，安尼太是巧的方法啦、啊。好、哦。哦，你这样讲吼，六祖讲的吼，一开始要吼不失善不失恶，为人见本来面目。因为安那，因为你想出来的神佛，有可能是两边业相，迄、那个神佛不是真的，那是假的。哦，啊，是不是世间就真正无神佛？不是，就你业消灭才是神的。你安那，你的。你的业相若很强的、足强的时候，迄不是真的。哦，人是安那沉沦呢？就是你感觉对，唔惊，啊你就去做，啊就安尼就叫业拖的，就啊佫继续做业沉落去，安尼知无？所以哦，业力是很可怕的，一个是假象。我那时啊。你感受的那个善哦，是会诱拐你去造业的，你不知道。啊，我安尼形容，会体会到未？常常你感觉生的迄个是啥？迄个是关奇怪的业被引诱你去造的，你唔知。所以有一句话吼，叫做“不是庐山真面目”。只缘生在此山中。哦，我讲，什么是愈奇怪业？哦，地界的众生现的迄个境吼，迄是足奇怪业。不管内底物件也好，还是迄个狱主也好，迄拢不是真的，连狱主拢是伊的业种现的境，不是真的。哦，咱讲狱主就是咱感觉内底典狱长啦，迄哦，迄专门要甲伊杀落去火坑啊个油锅的，你看迄款业相变甲遐奇怪，人的业相阁无遐严重哦，啊啦，人类监狱内底典狱长迄是真正人哦，毋是假，你莫讲迄是假，迄假人哦，毋是哦，迄是真正人。所以人的业相佫无遐严重，你敢知？愈往上恶道，迄款业相是愈奇怪愈粗。哦，啊，所以你甲想，伫个这个业相要完全消以前，是毋是一定爱以愈奇怪业相慢慢来修啊？对无？修到尾啊，你才会愈来愈清楚嘛。迄款奇怪业相，它愈来愈无嘛。啊，所以。在四修上是不是一定要见？哦，对不？哦，所以落地狱的人，搁再起来吼，伊还搁受鬼道，鬼道受了，伊还搁受畜生道，畜生道吼、哦、变作人的时候，还搁有小可奇怪的业事。啊！你看咧，一层一层，我都顿出无，无法度。所以伫个四相上吼，绝对吼爱苦修诶。哦，无人太讲苦修。有那时啊，咱人讲苦修，人就讲嗯，咱佛陀讲吼，袂使做无意义诶苦恨。伊阁甲我听唔到伊啊！哦，迄无意的苦恨是理解都不理解，吼、哦，按乌白母无正知见乌白母，迄毋才叫做无意的苦恨。啊，那伫个四相上的见处，甲咱初的业相一直修改以为，迄个苦行免哀呀，因为。你刚刚弄的，迄就是要引诱你造业的，
啊，无奈讲五欲六尘袂使了。既然若要离苦得乐，啥五欲六尘袂使？哦，啊，五欲乐嘛是乐啊，五欲乐嘛是乐啊，啊，都要离苦得乐，啥人更袂使通享受五欲乐？哦，你咪感觉这句话足奇怪，其实唔是奇怪，诶，离苦得乐迄个乐是真的。无欲乐，迄个乐是啥？假的，迄是一款业，伊会拖你去，佮做入侵的。啊，所以伫咧修的过程，爱靠靠修面，爱啊，绝对爱啊。安尼，理数圆融无？无欲的苦恨袂使有，迄理上。理想你低见啊，无食，你有可能乌白母，乌白母吼，你着靠白食的，还是理性上。但是事实上，你要独立的业一初的，一直甲以为你爱靠修面，哎，你袂使说随顺你自己的贪欲，我讲咧，对不对啊？你对这法你都这清楚了吼，哎，菩提心才发得出来，安尼我讲啊对无？啊，无你甲讲免哪法，我都拢无清楚，我是免哪法？啊，发得了，我嘛唔知我免哪做较对。死记在心里啊，那得执着，还执着。你讲爱没有没有啊？无得今麦伊咧等你落来，遐你袂讲爱等呢？所以吼，话吼，只当作无话。你讲无咧，我遐是真咧，我真正是要做好做一个正堂。哦，我讲袂使讲这些，因为伊不到，伊毋是开我，所以到底怎说个吼？不讲你啊，我哩。所以讲你除了拜吼，你拢袂使加执着棒呀，对啊。你咩真心了可以加谈得真加，讲就等着改名。最后一万你都无加，只为死，你要讲一万，修万。哦，这咩对哦？啊，你嘛不要做好，你坐个好，坐好，坐到你加你地个尔，安尼。啊对无，啊就甲你扭去啊！不管你临命中的时阵也好，哦，在梦境里也好，在禅定中的境也好，你拢爱吼，我记得这个功夫。哦，如果那是业相，啊你都要说你，啊但是真正业相，你敢那出现的时候，你敢闪袂去？讲话大陆有一个修行人說，讲伊坐咧到我都顶，结果呢，伊一工吼拢爱抬一只迄个青蛙来食。啊，你讲吼，伊禅定中的真呢，敢有可能是会真呢？
所以作业做愈重的人吼，伊现的诶业相吼，绝对是愈奇怪。我咧讲，恁敢要相信？因此吼，你也是吼，家先修好了，好吼。啊，看要来坐才来坐，看要好啊来练定哦，啊，莫阁去互迄境扭去。哦，你无应该来吼，袂使的啦。哦，因为杀道因就是一个造因。就是和你的业相比奇怪的造因，啊！你讲这会使无免见面啊？哦，福德咧，这是作因缘咧济哦，唔是讲哦，啊！你都无啊，无这现象，伊安尼济哦，因为这关系到很厉害的业相。所以你嘛唔知吼，家有遮深的道理的吼，你嘛无多知影吼。所以吼，你若愈知影，你就愈会注意改。哦，拄开始学的人吼，伊较无遐注意到，学愈久的人吼，愈小心，安尼应该合理吧？因为伊会愈清楚迄个重要性啊，拄学的人伊未了解迄个重要性，而久的人吼，伊愈会注意啊。哦，你若讲一个五界持的好，就可能哦比例啦吼，十个护法神，啊持十界吼，就可能诶，迄个护法神就比三倍，三倍，安尼咧增加的，哦，十个变二十个，啊，若个受比丘戒吼，变四十个，二十又 double 嘛吼，啊，个持菩萨戒吼，四十个 double 八十，哦，啊，这方法是有好处无？当然嘛有，伊会当吼替你排解足侪代志呢。这有冥冥之中，迄个菩萨的力量都是安尼出来的呢。哦，在《法华经》内底有讲哦，这个。爱说法，爱知影种种方便，哦，阿哥吼，爱会晓种种的譬喻，啊，煞咧吼，一个重要就是爱因缘观爱知，哦，所以种种方便说法譬喻因缘，哦，一个清楚的人吼，修到尾啊，就是吼，单因缘。你看像迄达摩祖师吼，伫个洞内坐高丹吼，伊就甲当一个因缘安尼，哦，唔是世界去种的呢，因为已经知影吼因缘伫对，爱得吼遐等就好啊。啊，你看吼，就甲坐高丹，人有想，阿姨那坐高丹，那拢无要做代志啊，坐遐坐高丹。啊！伊都已经知影，哪有咧唔知？好、哦，所以是心法咧厉害。哦，是心法咧厉害，修行的是心法咧厉害。哦，太济人都可能落地狱，有可能，但是有人太三个佫袂落去。山内无底脚，阁会提升诶，就敢若观音掌，观音掌，关公啊，
所以是心法的厉害，因落去袂落去，或是心法的厉害。所以行菩萨道嘛，是伫倒个厉害，心法的厉害。哦，你看当人当伫个洞内坐高当安尼，你感觉无啥咧做工课，但是吼，迄以后吼，规个禅宗拢是遗传落来咧。啊，你讲这大代志有大条无？足大条，所以足大条的代志哦，爱迄定力有够的人当，才扛得起。安尼，敢有道理？哦。这是我佛法是足深广的，哦，啊，是伊讲广吼，互你无法度用相来看的，哦，所以我一直拢强调吼，直进啊，哦，伫个圆觉经吼头下部分，伊就讲到讲佛陀吼入大光明藏三昧，阿伽吼菩萨吼同住平等法会，啊，意思就是安那呢？那平等的菩萨，那甲佛祖住平等法会呢？诶，意思就是讲，佛祖入定了，伊要讲法，要讲法的人吼，心无静吼，迄法表达袂出来。一定要非常定，迄法才会当吼，敢那涌泉啊，那一直出来。啊，山内呢，要听的人一定要心静，佮修的入来。哦，啊，你若心无静，我讲的吼，佛祖讲的下骹的人吼，心完全无一个听有入味，安尼吼，你佮量足多吼。足侪人听，结果呢，无人收得我。安尼就无算平等法会嘛。安尼就无算平等法会啊嘛，哦，所以吼，讲予人听吼，唔免一定爱人济，就是爱吼一讲咧吼，对方就听，哦，安尼甲有道理，哦。然后我拄啊讲诶，哦，我们写禅定境，跟梦里的境，跟临命中，哦，诶，我那时啊吼，一关冤亲债主，也随。